当时相隔一年，则住在台北举办粉丝见面会。浩浩他这回有备而来，他在韩国时特别买了一台电子琴，再加苦练琴一季，这回来台展现成果，自弹自唱表演《Healer 治愈者》里的情歌。还为了台湾的粉丝特别练了一小段闽南语。我是李厚博，李厚，我是徐昌旭。他最近工作满档，除了忙着赶拍电影之外，先前才结束音乐剧《那些日子》的演出，这回也特别唱了剧里的当红歌曲。原本要加码和粉丝玩个小游戏，我们期待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跟你完成在 Healer 里面几个重要的场景啊。我当然也想要，不过很抱歉，这一趴主办单位不给媒体拍摄，只好播放影片让你们干过瘾一下咯。如果粉丝抽到这一个，这辈子应该活得值得了。报道。